跑到一半哦，他晕倒这样啦，因为他讲他血压低呀、啊，够血，也是不够睡也会的。有一些老人他们也有肾脏病，也有一些他们患上了一些比较长久性发炎的病症，还有一些比较少见的因素，也包括他老人的骨髓他们的操作能力没有那么好，这也都能够导致贫血。那第一呢，最常用的药物就是用当归啦、北芪啊、人参啊、党参，这些都是补气。在饮食方面呢，可以通过吃一些大枣啦，或者一些桂圆啦，